文嘉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谢谢你小时候给我奶酥，但是现在我爱上别人了。哦，这个就当做给你的补偿。你以后若是有事的话，尽管找我，我一定帮。我知道你一时间肯定很难接受。这个宅子虽然在郊区。 但日后升职空间大，你若不满意，我以后名下的产业租金分你三成。这么好，早知道早点分开好了。我想想，小时候根本不是他救的你。哎，你冒着夏柳青的身份登堂入室，就是为了叶家的钱。你胡说！那你告诉我。 你何时何地救的叶文昭？哦，回答不上来吧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乃素也是偷学的夏柳青。文昭哥哥，你别信他，这事发生太久，我都忘了。若不是我，我怎么会有玉佩呢？你为什么会有玉佩？当初叶文昭把玉佩交给你，让你转交，结果你私吞了。什么？ 文昭哥哥，你别信他。当初救你的，给你做奶酥的，都是夏柳青。你确定？小江亲口告诉我的。啊？柳青。你给我等着。这件事完了。 还有一事没完。你要干嘛？哼，夏兰，你抢夺许记小食店的商标和货物，以及借用许记小食店的名义诱骗他人入股，非法敛财，你可知罪？我没有。 哎，小江已经全都说了，你就招了吧，啊！商标、货物，还有靳远荣通的钱，都是夏兰让我做的。这都是他的一面之词，大人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小江。大人，您看，有毒。 昨夜有人看到夏兰潜入徐府，意欲毒死小江，杀人灭口。这不是我下的毒，不是你还有谁？你怎么证明我去过徐府？大人，您看，还有书信。小江，这是假的。哼，我根本没有和土匪还有小江书信过，我们都是直接当面说。 嗯，你诈我！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知道吗？来人，把夏兰给我押下去！且慢，薛大人，哎，表哥，你快救救我！经济纠纷就不劳烦您亲自出马吧。不过是经济纠纷，不用关押人。
对，快把我放了。可是他杀人未遂。小江的死因并不是中毒而亡，他不算杀人。薛大人说的有理，不过这是经济纠纷，需要等价赔偿了。那不如就等价没收夏家产业。表哥，退老点儿。夏兰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。表哥，你想杀小江，拿我当棋子，让我们家给你陪葬。我不知道会这样。你一句不知道，我家都没了。对不起，表哥。你说过会保护我，不受伤害，这就是你的保护吗？这都是权宜之计。夏家产业，我一定会帮你夺回来。算了，你别走，我离不开你。事到如今，我还能再信你吗？我发誓，如果不能替你夺回夏家产业，我就天打五雷轰。永世不得超生。好了，别说了。现如今我哥还没有找到，表哥，我能靠的只有你了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陷入危险。但愿吧。柳青姑娘去城中的育幼院了。嗯，赶紧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拿出来。是你。什么你呀，我的！别给我套近乎啊！哎，感谢你，当年的有心之举，就无意中促成了一段佳话。哎，大哥，这小子脑子有问题，我看出来了。别废话啊，拿钱！不是，大哥，我今天真有急事儿，要不这样，我给你们打个欠条行吗？哎，大哥，这小子成心拿你当傻子呢？哎，没有，真没有。用你说呀？好好跟你说，不听是吧？给我搜！哎，别动，老实点啊！哎，大哥，你看，还给我！这是啥？给我！还跟我装是吧？揍他！住手！你走吧，我不打女人。废话真多！玉仙饶命！滚！快点！就为了一个吊坠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你又发什么神经啊？小时候我救了你，你给我包扎，还给我奶素吃。你是小乞丐？对。等我把夏兰错认成了你，很傻，对不对？明明人就在眼前，还绕了这么大一圈。我不会再把你弄丢了。原来是你。
其实我也一直在等你，我就是因为你才开始习武的。走。柳青。啊。那个天快要亮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柳青，什么？所以叶文昭才是小乞丐，可你之前不说小江他……我认错了。可是叶文昭看着也不像小乞丐啊。南大十八变嘛。所以他一直在等你，你也一直在等他。嗯。啊，这剧情太狗血了吧！哎。你来啦。吃瓜子。嗯，好吧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嗯，要是什么不好的话，我就不听了。不是。那你说。其实之前，我一直把小江错认成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，我以为他是小乞丐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吗？你说是，就是吧。少夫人回来之前都得搬完。你干嘛呢？这是店里剩下的茶叶存货和原料，少夫人让我都搬回来。辛苦啦，本来想早点回来帮你的。店都没了，还要这些货干嘛？这些货可以卖呀，虽然店没了，但我可以散着卖。反正之前事大家都知道不是我干的，所以肯定会来买的。散卖？嗯。奶酥啊奶酥，尝一尝新鲜的奶酥。
我的奶酥吧。就连个店铺都没有，还好意思卖东西？滚！我的奶酥。我一定会帮你把店赎回来。你疯了吧？金融通赔那么多钱，你还哪来的钱啊？我家还有别的产业，把他们都卖了便是。徐子言，做个生意让你把全身家当都赔进去了，那还是人干的事吗？那总不能让你沿街叫卖吧？啊，沿街叫卖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沿街叫卖？我就放这儿卖啊。啊？啊？这能行吗？当然能行啊，我可是要做炎夏第一女富商的人，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而已，生意肯定跟以前一样好。对了，你看，除了奶酥呢，我还研究了新的茶品菜单。既然一年有四个季节，24个节气，不同的温度和天气适合喝不同的茶饮，所以啊，我每一季都会推出3款新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同的季节自然要喝不同的茶饮。嗯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可是你准备了这么多菜品，进货量一定很大吧？一定要注意休息，千万别让自己累着。哎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快去快去。去啊。新的茶饮还有奶酥都来看一看，来来看一下。小食店现在搬到了徐府门口，大量新品欢迎选购，看一下。出去出去！哎呀，我们家少爷说了，给你跑腿费。我们盐盐楼开了30多年，从来没送货上门的理儿。你呀，哪来回哪去吧。你刚才跟小孩争什么？我们家少爷专心备考，想点些菜送到府上，可惜他们不送。这样，这些菜你家少爷什么时候要？今晚戌时。戌时。好，我帮你送过去。真的？不过呢，你要照顾下我家娘子的店。一定一定。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？你怎么不住外面啊？帮人送了个东西，回来变晚了。送东西？送药啊？有个书童想买炎炎楼的饭，可是炎炎楼不爱送。我便顺手帮了个忙，好让他照顾你生意。嗯，徐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贴心了？我不是一直很贴心吗？才不是呢。不过你也真是的，自家东西不送，专给别人家送。徐姐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卖货，你真的太聪明了。我出去一下。小食店，来看看，足不出户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，你好看一下，足不出户，美味到家，许记小食店独家外送啦！来，许记小食店独家外送。哎，姑娘，这外送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呢是外送单，您在上面填下你要的东西，然后时间、您的姓名还有地址，到时间我们会给您送上门的。送货上门，这收费吗？放心，完全免费。
那我试试。嗯。哎，好了。好。哎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去之前不还挺兴奋的吗？是啊，生意确实挺好的，可我一个人根本送不过来，到最后都延时了，餐都凉了。那多找几个帮手不就行了？我也想啊，可是这对严夏辰熟悉，跑得快又信得过的，太难找了。哎，有了。嗯，哎，江姐，你之前是不是在育幼院照顾小孩子来着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想让他们当外送员。不行，他们还是些孩子。孩子怎么了？他们每天闲的没事在岩下城瞎跑，对地形再熟悉不过了。他们肯定送的特别快，没有人比他们在外送上更合适了。合适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哎呀，长姐，我又没说免费用他们。这样，我把工钱定好，他们呢想来就来，不想来我也不会勉强的。而且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你想啊，凭自己双手赚的钱，那肯定是比别人施舍的香嘛，对吧？张姐行不行啊？你不理我，我就当你同意啦。你的柳青姐姐怎么不在啊？啊，柳青姐姐今天有事去了，我是她的妹妹，吃吧。孩子们，你们想不想赚钱啊？嗯，现在呢有一个机会，你们只要把东西在指定的时间送到指定的地点就可以拿到钱，谁送的多呢谁就拿的多。有没有人愿意来的？可以在这写上自己的名字。我来写上名字。我要，我要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少爷，我怎么觉得少夫人像人口贩子？用小孩靠谱吗？闭嘴吧，他这么做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。啊，爱情使人盲目啊。咱们一会儿啊，到了之后再把盖子打开，不然里面东西会凉的。如果有客人要点单呢，就把里面那张纸给他，如果不认路多问路人就可以啦。还有，不要因为贪玩错过了送货的时间。最后强调一点，千万不能低头走路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行，出发吧。小心小心，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啊。生意都是被他们抢走的，依我看呢，我们好了，去吧。嗯。哎，慢点，张姐，你来啦。张，少夫人，这夏姑娘好久没来了吧？哎，她这不是看我让小孩送货跟我生气了吗？哎，不能吧？听说柳青姑娘最近在找学堂，应该是没空来。找学堂？嗯。夏掌柜。啊。哎，怎么了，几位掌柜？夏掌柜，你挺厉害啊，你小吃店都没了，还能把这甜品生意做得这么好，但是你让我们哥几个怎么活呀？啊？
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掌柜而已，怎么还能断了各位的活路呢？你这个外送服务，让人足不出户就能买着东西，我们店里都没有人了，你让我们怎么活？那你们也搞外送呗，我又没拦着你们。那帮小兔崽子一天最多1文钱，哎，你却给10文钱，你这么扰乱市场秩序，哪里还有小孩愿意给我们送外卖？就是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原来各位是又想占便宜又不想给钱呗？我劝你们啊，不要这么抠抠搜搜的，不然做不好生意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想了2个法子供你选，要么你就别用小孩，我们大家都不用；要么就把小孩的工资给我降下来。对对，我的钱我爱给多少给多少，你们又不想花钱请伙计，现在压榨小孩也压榨不了，就来找我出气呗。你们脸皮怎么那么厚啊？你们三个，我不管那么多，就给你3天时间，你给我好好考虑考虑。对，不用考虑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没门！哼！你看这不知好歹啊！敬酒不吃，那就让他吃罚酒。对，没错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！干什么？大家快来看看啊！放开我！哎，这兔崽子撞了人还想跑？没有，是你自己说的。你没有？你撒谎！你撒谎，就是你撞的我，赔钱。没有。你不给，咱找店说理去。走。这谁干的呀？这是我。啊！让让！哎，让让让让让！夏掌柜，我干的啊！你这个小外送员，成天在盐下城窜来窜去的，走路不长眼，哎，把我的兄弟给撞了。哎呦，你看着怎么赔吧。姐姐，我没有，是自己摔倒的。别怕啊。所以你们就砸我东西是吧？嗯，怎么了？就是因为你这些东西惹的祸。我砸了解气，嗯啊，还有我兄弟的伤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这伤得多重，哎呦，这怎么着也得赔个180两啊。对，哎，你要是不赔的话，那我就告你，告你扰乱市场秩序，危害城中安全，对，让你这生意彻底做不了。没错，你告我，啊，我求之不得呢。薛大人，这分明是他的人撞了我兄弟，这怎么反倒让我们赔钱？就是啊，怎么还？你们砸了他的摊儿，还有脸来索要赔偿？是你们太蠢，还是把我当傻子呀？去去去，大人，我们对您绝无半分不敬，但是那夏雨冰他利用外送，故意扰乱市场秩序，大量的外送员存在公共安全隐患，应当受到制裁。嗯，对，外送啊，在一下子早就有了。那时候怎么不见你们说？哎呀，扰乱市场秩序啊！你们啊，固守传统，不思进取，就这样下去，店要倒闭是迟早的事儿。我看明白了，你们呢，就是觉得我将这外送在炎亚城发扬光大，然后看我赚了钱，现在呢，你们就妒忌了，拿我泄愤呗。而我呢，为大家提供了便利，你情我愿啊，怎么就是扰乱市场秩序了？啊！好好好！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需要竞争，但不是像你们这种卑鄙手段。如果炎夏城的商户都像你们一样，竞争不过就砸场子，那生意还做不做了？本官宣布，你们恶意损毁他人财物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，同时在城中形成了恶劣的影响，罚你们赔偿夏雨冰的全部经济损失，并额外补偿经营损失。夏掌柜，你这是？啊，是这样的，赔偿的钱呢，我就收下了，但是这额外补偿经营损失，你们拿着吧。啊，这从现在起啊，你们也雇人外送。这工钱吧，你们出一半，另外一半呢，就从这里面拿吧，直到你们生意好转为止。这……哎，对了，三位掌柜，我有个想法。
不如我们组成一个外送联盟吧，让外送员可以送不同商家的东西，这样既提高了外送的效率，又能省下成本。这工钱嘛，就我们大家一起平摊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嗯，好事儿，这个可以啊。啊，可是夏掌柜，嗯，你不生我们气吗？我生气啊，我都要气死了。可是这与其把对方逼上绝路，还不如有钱大家一起赚嘛。只要你们不刁难我，我保证有钱你们都没得跑。好好好，只要能让我们大家伙赚到钱，我们都愿意听你的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干什么？哎呀，你这不是在找学堂吗？店里修东西也不用那么多钱，借钱你就拿去资助学堂，让孩子们上学吧。你怎么改变想法了？其实这些天我想了挺多的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他们还是孩子，让他们送外卖，免不了磕着碰着，确实不太好。是我想的不够周到。这不能完全怪你。不不不，这就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没想到。大不了我就多花点钱雇大人送外卖呗，这些钱你就拿着吧。我已经问过孩子们了，他们挺喜欢送外卖的，书我会让他们念，如果你有需要他们可以继续帮你。真的？嗯，将军我爱你了。抬上去。是。大夫，我这些将士得的什么病？瘴疠。回去好好休息个十天。哦，谢谢大夫。你们怎么来了？送外卖啊，店里人手不够，我就自己上了。阿广呢？我让他去取药了。核心疟疾的一种，多半由蚊虫叮咬引起，症状多为畏寒、发热、头疼等，容易被误以为是伤风感冒。若是不及时医治的话，就会引起并发症，危及生命。你们没弄错吧？怎么好好的就得了瘴疠了呢？错不了。前一阵子，南城的士兵也因此丧命。起初大家都以为是伤寒，所以就没有在意，结果导致病情恶化。那为什么是南城啊？南城外树木遮天，今日又阴雨连绵，正是滋养蚊虫的环境。这一例和南城一模一样，估计是毒虫进城了。快点出来吧！蚊虫肆虐，请勿开窗，以防叮咬。消除蚊虫滋生地，预防瘴疠，人人有责。